医生，你在动员啊？有没有一个妹妹？几年了？我退休公务人员。我没有。我安尼老了十个月嘛，免钱，有老人钱，身份证嘛免钱。哎，当医啊。医生，你在动员啊？来看猴子。来给猴子看哦。嗨，动物园我来了。怕这里啦，听爱听爱，等一下看在哪里啊？哦，天鹅，白鹤啊，是吧？哦，这个啊，白鹤。哦，你看这里。快！你先看爷爷啊，啊，阿公婆用这啦。今天来个红菜呀。来，你好。你好。管理啊，这个叫水龙管啊，应该是的，而且是龙，这家是龙的。再跨几家都不错的，这个奶油是法国的，法国的什么？妈妈快加！哎，加看这里。一路笑的，十八号就。四姐。来，你看，来看。姐姐，打底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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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底
带这两个就全部开销啦。在这边比较有看到啦，给我们嘛，比较有看到，真的，这个好冷啊，我们每天冷。我问，这个月都很多人。就要过来呀。我干嘛不讲？十一柜。回来啊。Hello。Penguin. 是老板。医生的 Penguin 啊，你在高兴什么？啊？你在高兴什么？啊？哈哈哈哈！就笑。他前面也是两个。喂，李三，李三呢？哦，你在动物园呢？林亮杰，你在最近怎样啊？过来呀，来啊，来家。Yeah,